早上5点钟爬起来抽卡，上次民国卡池我 A 掉了没有抽，哎呦，看看我这120张券可以抽到哪些卡，哎呦，哎，应该是白起了，哇，不错，第二发中了一张。哎，坠了坠了，坠机了坠机了。咦，许墨的抽相思啊，不错不错，好喜欢这张，加油加油。哎，老李，李子彦这张真好看，大背头。嗯，就差露露的了。我发现我卡池很难出周奇洛，我今年骨婚的 SP 和去年那个万圣节吸血鬼的都是只差露露没出。坠机了，周奇洛，你出来！望着你的眼睛，我知晓了世界的秘密。哦，这张我有了。不过叠了 SP 还哎，哇天哪哎，哇，虽然三张我都有了，但是叠卡还是叠三个 SSR 还是第一次出现，好像，哎，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这20张卷下去，露露依然没有出现，然后我又花钻补了两个失联，基本上是强取了露露，抽三换一还可以了。